你学小提琴几年了？一年了。那你几年级了？四年级。这边。不是这样的，力气要用在两手之间。我来给你示范一下。你来试一下。对，然后用力要均衡。这个送给你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，不要告诉其他人，好吗？好。左儿，妈妈，老师再见。今天上课老师都教了什么呀？拿木头做琴。怎么做的呀？就是拿一个木头做的琴。听你的，听老师的话，好好练琴，知道吗？